他奶奶抱着他，小孩就不哭了，一哭就给我冲着锁门，我还有呼吸，我就把孩子接过来了，接过来以后就抱着开始往复验室跑，因为过敏，严重过敏是在数分钟之内甚至几秒钟之内，一些呼吸骤停，心跳就停了，所以我们是整分夺秒。